大家好，欢迎收听《望向快报》。今日录节目日子系2019年10月30日，呢样我喺香港嘅尔德台阳，仲喺澳洲嘅真 BC。你好啊，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来自广州好迪嘅马来西亚嘅马来根啦。大家好啊，仲有喺新西兰嘅社长 Raymond。你好。政戰揭露，個戰，哎係啊，今日要揭露啲戰嘢。咁啊，節目開始之前，啱聽啊，俾個 like 可以 share 埋朋友，最緊要就係訂閱我啲頻道，同埋撳一撳隔離鐘仔，有新節目通知你啊。繼續壯大中立模式嘅力量同宣揚理性嘅聲音。嗱，呢一節揭露呢一個戰嘢嘅戰，揭露呢個戰人咧，應該話啊，有幾乜水咧？阿傑啊！唔係，其實我同佢唔係好熟。唔可以話佢賤人。阿傑姐，唔可以話佢賤人嘅，因為即係佢嗰啲行為賤，因為對事對人，對賤不對人啊！對事，對事，對事啊！佢啲行為賤，唔係佢個人賤啊！咁啊，都差唔，咁唔可以話差唔多。咁其實我個人覺得佢。都是叫做都是戰戰地的了、啊、今天呢他就說了一件事我覺得都很好笑的而且我看不出任何邏輯的他就說我們小心一點、啊、不要再用裝修裝飾的名義、啊啊、如果我們再用這些詞呢就會令到差人有藉口搞亂的場他是說差人搞到製造大量混亂、哦、即是 聽到這句話我真的覺得、啊、原來是差人製造混亂、啊、即好可笑啊你說這些話的人喂從來都是的啦你們那班友仔不搞亂根本就不會亂的現在還要屈回、警察轉頭差人做的這個還搞笑還有一件事、啊、他就說、哎、我們現在他推翻他以前說的話我哋而家以即系和理非啦，啊和平理性非暴力，咁先至可以继续吓、啊、壮大我哋嘅叫做呢场运动，唔会令佢死啊！即系呢场运动死佢啊！我指咁啊，咁啊，咁佢以前都咁讲，佢口头上一直都咁讲嘅，呢个都事实。但系佢，我唔觉得系无意啊。是有意地、啊、叫做放縱一班人，我睇唔到，睇唔到，乜都睇唔到。咁啊，咁結果啊，即係每一次嘅裝修啊、撕料啊呢啲，咁佢都係好似都冇以前冇割隻嘅喎，係喎，而家又割咗，唔知點解啊？唔知係咪即係割咗個隻啦？唔係寶貝嚇，唔係古代啲太監割咗個寶貝嚇，咁、啊、咁。所以其實我是不明白即係佢最即係我頭先講嘅最搞笑的句話就是差人製造大量混亂，原來是咁噶，我真係唔知道。唔係啊，佢咁樣講都得，離譜咗少少啊，會唔會啊？調轉啲嚟講嘅。咁啊，其實即係冇呢班人咧，我就覺得差人就唔會咁得，唔係咁得閒，即係唔會咁。要嘥好咁多精力去维持呢个秩序，同埋要捉 Q 你班人吓。我哋睇做过好多直播啦吓，呢、啊、几个月系睇到每一次吓、啊，都系有一啲咁嘅呢啲咁啊十九人啊，呢啲咁嘅无聊嘅时候嚟搞搞震，咁啊差人先大量咁出动嘅啫吓。咁佢哋暴行有咩咧？烧车胎啦，系嘛？仲有烧人啦，甚至。啊！撕料人啦，揼爛人啲鋪頭啦，仲有就係堵路啦，啊！打警察啦，攞刀係啊，搶槍啦，攞刀割警察條頸啦，放箭啦，射到一個差人隻小腿啦，呢啲就係我見到嘅，啊！咁啊，你居然話全部都係因為佢哋而起？嗯，佢講嘢會唔會即係偏頗咗少少咧？即係我而家講得好温和啦，但係其實我心裏邊好憤怒，因為其實佢哋有冇少少良知啊？仲有冇丁點兒嘅良知啊？好似睇起上嚟都冇喎，應該係冇啦，應該係叫做
狼心啊，狗肺啊，即系今日我就讨论咗一个唔系好应该嘅问题，系啲网友，即系其实我哋讨论佢究竟系零定系一，如果系零嘅话，咁应该系叫做母性应该强啲啊，系嘛？咁应该唔会对，即系唔会咁无良啊，系嘛？因为始终雌性动物。咁啊，始終都係叫做咩母性強啲，即係會純良啲啦。我覺得啫嚇，咁應該唔會咁毒性啊。有啲人話毒啲噶喎，最毒咩人心噶嘛，係啊。係，咁我嗱，我講一次，我哋唔係強調女性王，只不過係嗰啲叫做咩啫，即係討論緊阿岑生嘅呢種嘅傾向，點解會咁咧？咁啊，其實仲有樣嘢就係佢有樣嘢就係我都唔理解嘅。即係每一次佢化呢個妝嘅話，其實都麻麻地喎嚇。即係我覺得應該係，因為其實佢係有執過妝嘅，唔係有執過嘅，唔係整容啊，即係個樣容貌係有執過。你睇下佢啊啲眉啊嗰啲又打粉底嘅，咁即係好似就個妝今日就差咗少少啦嚇，唔夠妖豔啊。其實佢應該妖豔啲先好睇嘅。因为佢都系以呢个妖艳，叫做我觉得咧，佢最大的特色就系妖艳咯吓。不过而家咧，好多人就佢将呢个责任啊，其实就系、是，譬如其实就系将吓整件事就推向警方啦。但系其实我有观察翻一啲黄丝嘅人啊，佢哋就系倾向于相信佢讲嘅说话。就希望警察不要咁早一出場就幾黑旗舉黑旗啊，跟住又逼啲人去靠邊站，即係靠向行人路上啊。咁啊，好多人都會有意思會話嚇、啊、去參加呢次遊行嘅。嗯，即係我睇翻啲黃絲嘅群組啊。啊，咁啊，佢所講嘅咧，其實幾得到不少人支持咯。咁咪大镬咯吓！第一件事，我觉得佢佢红咗嘅，事实佢系红咗嘅。咁啊，同埋佢已经系做咗区议员啦。咁即系手上系有资源，其实最大镬系佢有资源。有资源嘅话，其实佢可以做嘅事情就好多好多。所以其实我都系觉得既然佢做咗区议员啦，咁请大家好好咁观察佢啊，有乜事一定要揾佢帮助啊。如果有乜头晕身庆咧，你好緊急嘅話，都去揾佢啊！嚇，佢哋講到好偉大啊嘛，講自己，所以請大家務必好好觀察佢哋啦，或者揾佢哋幫你啦，係嘛？咁啊，佢哋成日鬧嗰啲咩啊嘛？差人話你收我錢，所以你就好要好好做嘢啊！咁啊，你班泡泡咩咩咩咁嗱，咁而家佢又收錢啊，咁係咪應該好好做嘢啊？總之嚇，大家要認真下觀察下自己區有乜嘢啊，有乜嘢唔妥當嘅地方，就要去反映。沙田瀝源區啊，哦、沙田瀝源區嘅選民或者支持者嚇，大家好好觀察下佢啦。咁啊，咁啊同埋有樣嘢就係，我覺得佢如果有做區議員，咁呢個民陣角色使唔使辭去啊？嚇、啊，以前阿芒生啊，即係呢個叫咩黃玉文先生，佢話。我哋而家要全职嘅议员，咁样先可以好好咁啊，聚焦翻自己嘅政治工作。嗯，咁啊，佢系应该辞去呢个民阵嘅，叫做咩啊？应该系召集人嘅角色啊。唔知佢会啊？因为其实我感觉得啊，民阵召集人呢个角色咧，其实系有影响力个区员好 Q 多嘅，都系嘅。同埋有樣嘢就係睇佢個樣啊，應該都會繼續搞落去嘅，因為唔知即係我睇到啊，大家都知道，其實我都識好多小黃人啊，即係我睇到佢好似都想選立法會。喂，咁大諗頭啊！不過到時就有一對孖寶咯，有阿全哥同埋傑。仔啦，唔系结嫂啦，唔关事。咁啊，都叫咩嘅？咁我谂，即系佢嘅取向唔关我事，但系希望，即系佢选都唔紧要。但系如果真系选到
就唔好入去搞搞震咯，好似阿全哥咁咯。但系唔会，我觉得佢唔会，即系唔会唔搞啊！我意思系，不过另一样嘢咧，我想讲系元旦游行咧，就系一次啊 cap 水好时机嚟嘅。咁啊啊，民阵啊，呼召集人啊黎恩豪啊表示啊，游行期间有42个工会摆街站啊，哇正，42个筹款商啊最少。據我睇到佢哋一個組織應該係有5、6、7、8個喎，咁其實唔知40幾個、8個。即係我最少每人擺一個啦，咁誒一般每一個組織啊7、8個，咁啊真係百幾個。哇！42×7或者×8咁計，大家知道幾多啦嚇？因為成條即係我相信係成個遊行過程啊，都係擠滿曬錢箱啊！大家真係多多益善，少少無拘咁樣過。一路就係叫人入錢啦，但我唔知佢哋做咗啲咩喎，即係需要做啲咩嘅。總之就有錢揾就得噶啦。佢基本上咧就藉住呢個機會發一次新年財。年宵嗰陣時好似仲會有喎，遲啲新年嘅時候。唉，話係，亦同埋我其實都有樣嘢係唔理解，其實係唔係真係咁多錢啊？係噶。我據我自己觀察咧，香港人真係幾有錢下嘅。再加上咧呢次暴亂咧，嚇、咁多個月底下啦，其實好多人即係積埋好多錢嚟等住使。呢句我信喎，因為冇地方食飯買嘢啊嘛，咁咪唉冇錢使啊，俾佢哋啦。即係我咁諗啫，但係你年復一年咁，究竟有？其實我覺得都係。有錢都唔係咁使，其實如果你真係覺得咁多人需要幫嘅話，不如捐俾嗰啲慈善組織仲好啦。嗯，冇錯啊。但係一般即係喺我自己觀察啦，咁啊一般中產嘅都係有錢剩嘅，有錢剩，再加上見到個街流粒亂啊，都係唔係好想使，尤其是一啲偏黃嘅人啦，偏黃但係又唔出去暴動，又唔出去遊行嘅人，咁啊可能藉住元旦啊行一次之後，咁順便大家每個商入少少錢咁咯，入一紮錢咯嚇。喂，大家好啊。喂，咁啊，希望啊，仲未講完啊呢一節，因為頭先啱啱咧錄緊晚播，聽到講呢一個叫做有關元旦大遊行咧，咁啊頭先台陽講到呢度，我想補充少少喎，因為點解咧啲人啊聖誕節嘅時候咧？冇乜地方使錢，或者使唔到咁多，咁啊，同埋又想，咦，又冇乜地方去喎？嗰一班叫做過大海啊，又咁啊，咪人都中意過去。過大海好逼嘅，好多人想去。你要去等個船啊排嘅時候咧，都幾我幾唔中意嚇。咁你除非話邀請我坐直升機咁，我就一定冇咁歡迎啦，係咪？其實我去嗰次，唔係即係我喺香港去嗰次啊。其實我係忍唔到去廁所啫，其他我都忍到。咁樣，因為其實德信順德啊，順德嘅嗰度，即係可能人流量多啊。咁其實我覺得嗰啲廁所即係嗰啲都唔係咁乾淨，同埋好笑啊！即係嗰啲可能真係遊客多，佢哋連即係去嗰啲快餐店食飯咧，都拖好鬼大個夾入去嘅喎。哦，嗱呢個其一啦，嗱仲要講下喎，咁嗰班咁嘅新黃暴動友啦。他們呢最興是什麼打卡嘛，所以準備趁著元旦大遊行又沒什麼好搞的，可以呢出去這個維園是吧，一起流水式，可能呢今次呢有200萬人都其實都很簡單，你來回撞幾次，你幾十萬人都撞一下快數了，是過百萬人，順便可以打卡啦，或者到時捐少少錢去表下心意啦。民陣呢，大家我不知道剛才我們說了沒有，大家有冇睇到今日佢嗰个叫做记者招待会啊？有，佢话要咩嘛？话唔再装修啊嘛，系啊，要和你飞嘛，唔再装修。呢个其一啦，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一张相啊？咁佢哋咧就系呢个一开始，因为今日咧我都代听众啊，去听咗呢一个叫做记者招待会啦。咁一开波咧就嗌口号啊啲咁样咯。咁大家睇到佢咧举住嗰啲纸牌咧，哇！我哋今次就真系要点啊？要揭露下佢哋究竟呢、這个。標語裡面的解密喎，咁啊嗱，我哋有許探長，係啦，係呢個係啦，冇錯，許探呢個，哦，今次變咗係好似嗰個叫咩《達文西密碼》啲啊，《達文西密碼》嚇，哦，大家有冇睇過啊？《達文西密碼》有破解佢哋啦，係啦，跟住下一本書就叫做好似咩符號咁樣成啊，
跟住咧，我哋睇啦，由长毛睇起啦，长毛就举住个牌，突起个肚腩，拿住块纸牌，即系加入工会，就继续抗争。咁啊，加入工会最紧要咩啊？会费，俾会费。冇错啦，冇错，俾会费，入钱，入钱，入钱，又俾钱我长毛，又加入工会，就继续抗争啦。咁啊，大家睇到，其实近来咧，嗰啲搞啲咩工会又好啊，或者好积极喎，佢哋系喺工会嘅名义之前咧，嗰个叫做民间啊。民間記招嘅時候咧，咪講嘅話自己破世界紀錄嘅嗰啲工會多到，係啊，好似台氧數出嚟啊，破解咗咧，台氧破解咗佢哋，原來佢哋每個工會咧得幾條友嘅啫喎，即係打台麻將講嘅七個，家庭講嘅係啊，咁唔緊要啦，咁啊再講落去啦喎，咁我哋再數落去啦，咁啊呢一班人究竟佢哋嘅解密係乜嘢咧？好啦，陳淑莊可以講下啦喎，無望承諾，咁啊繼續同行。呢啲又冇错啦，嗱呢个承诺咧就系万能 key， 每一个人咧都会有唔同嘅承诺。你觉得喂，大家我哋对即系嗰班心惶暴动友啊，觉得对于呢个所谓嘅抗争运动究竟啲咩承诺咧？喂，个个唔同嘅喎，筹够一亿咯，哇，无望承诺啊，系啦，筹够一亿咯，咁多，咁啊得嘅，咁佢哋系整个同埋今日我头先都讲咗下阿岑子杰。系啊，嗰个妆今日麻麻地喎，今日唔够妖艳喎，都妖妖地啊！佢个眼神啊，嗰个眼角眉梢咧系几得人惊啊！见到呢啲咁样，所以见到郭嘉琪咧喺后面，其实嗱，我哋睇翻啦，身体嘅语言系最诚实噶，郭嘉琪都惊咗佢，企得好后下，好后下啦，系嘛？惊咗佢抢佢镜，系咪咧？這個都可能是啦，咁啊，或者可能嗰種妖氣太過緊要，即係郭嘉琪都係個鐵铮铮嘅硬漢子啦。好啦，咁跟住又笑下啦。因為咧，有個網友話：喂，岑子傑係咪學阿妹姐嗰啲化妝方法？我話唔好咁侮辱妹姐，係咯，妹姐嗰種型係唔同嘅。妹姐叫型，佢就係叫做都係型，但係 K 型。K 型，或者二型啊之类啦，系啊。嗱，跟住咧，我睇到隔篱啦，岑子杰嗱，我哋最重要解密嗰张咧就系啦，岑子杰隔篱嗰位四眼哥啊 ，Bigo Chan， 我唔识佢，我突然间唔记得叫咩名啊。佢咧嗱，佢呢一排啦，副主席系嘛，叫做圣诞警报，天理不容嗱。大家都有聽眾咧，都好應該好印象深刻，或者都嬲怒嘅人就係佢哋聖誕咧搞到咧喺商場啊，搞到好多唔同嘅抗議活動或者示威活動呢個暴力行為啊，所謂呢個刑毀啊之如此類啦，佢搞到商場立立亂喎，咁啊引發到好多防暴隊啦入嚟拘捕啲人啦。喂，係你哋搞出嚟嘅喎，警咩部啊？係啊，我哋頭先都講咗啦，話佢居然話。唉，呢啲全部都系差人搞出嚟嘅混乱，系差人制造出嚟嘅混乱咁讲。就系你哋先，你哋讲到明要入去搞事嘛？你讲到明要去搞事，好啦，你哋就系你哋呢一班民阵，就系要制造呢啲画面出嚟，到最后就系点啊？筹款。系啊，梗系啦。刺激多啲人出嚟就系筹款喎。哇！我心谂，哇！你咁都得嘅？你哋自己全部做出嚟嘅喎，呢啲全部都系你哋自己制造出嚟嘅嘢。佢哋咁當然啦，唔係話佢哋自己寫到明哦，民陣叫你哋去嗰啲咁樣啦。咁啊，當然啦，有好多叫做衛星組織啊，或者呢個叫衛星嘅打手啊，咁啊搞咗啲出嚟啦。或者一啲可能即係豉油碟嚟嘅喎，佢哋自己發起咗啲商場嗰啲咁嘅遊行啊，或者呢啲咁嘅暴力行為，啲自己咁樣搞法啦。咁樣令到佢哋。俾曬機會佢哋咁樣做咧，我真係喂佢識天理不容咧，呢句應該同岑子傑講喎。係啊，其實我最睇即係個呢幅嘢，我最睇阿葉建源可憐咧，佢喺啊高佬下邊個架底下邊。哦，係喎，係喎。今日好大鑊，如果即係好似阿何老師咁講話，忍住怒氣啊！係啊，嗰啲狐臭或者臭狐比較厲害嘅話，其實葉建源。我睇佢样好似系忍住咗道气喎，真系。所以咧，大家咧都睇一睇啦。嗱，咁啊喺呢一个叫做林卓廷隔篱嘅陈淑庄咧，系耷低头，似乎样系闭气嘅。毛孟静个样都系向朝住林卓廷嘅反方向望。郭嘉琪亦都系朝住
林卓廷嘅反方向望嘅喎，咁啊，所以咧，大家應該即係個味啊，係可以傳到有三個人以上咯。啊，都幾勁，勁啊，應該都犀利啊！呢個記者招待會，佢嗱大家都睇翻啦。咁其實今次咧呢個民陣再搞呢啲，我有聽下究竟記者都會講乜嘢嘅喎。咁大家聽眾咧可以唔需要再聽啦，我已經代大家忍辱負重啊，聽到佢講乜嘢啦喎。佢除咗忍辱負重，你講到咁似某啲網台嘅道歉，有冇忍辱負重啊？听唔清楚，你边先讲先？我话某啲网台道歉啊，忍辱负重咯，咪等于系嘛？咁我又唔系道歉，咁有时听阿岑子讲嘢咧，你会好嬲噶嘛？佢会讲咯，就系话啦，呢一段时间咧，又话圣诞，又话警方唔放过香港市民，喂，系倒翻转话系你哋唔放过香港市民、啊。佢哋从来都即系唔谂下自己做错啲乜啦，啊，又搞到香港流咗乱咁多日，咁多。咁多個月以嚟，啊！但係佢哋就將個責任推曬俾警察啦，所以佢哋係唔會放過香港市民啊！因為佢哋根本都唔覺得自己做錯任何嘢，呢個先係大問題。你冇做錯到係嘛？都估佢，但係喂，但係今次時間差唔多咯喎。嗯，係啦，好啦，好啦，我哋講到先啦，拜拜。再 upgrade 啊！有咩？再 update， 到時元旦再 update， 好，拜拜。好，拜拜。